向上人问讯，上人好。医院总共金额是，那最后报的就是我们爱莲现在面对听到了这一波的疫情，喜龙人一会了，也在线上啊，彼此来分享了。他们这一段的医疗情况，大家同样都是惶惶不安。慈济人呐，展现出了那一份慈济情慈爱，诚挚挚啊，大家很自动的关怀。为几十个医院呐、送去了医疗需要用的器械、防护工具，看到慈济人的这一份呐、大爱无边呐、这份普及付出，我真的很赞叹。听到了。护理跟医师都是很感恩慈济的，因为当地有仁医会啊，有医师，有护士啊。同样的，他们这个时候接受到了慈济人呐、这样的关怀，同样的是。那样的感恩、激动啊，这都是，也是够让人真感动。这种大爱长情啊，在人与人之间，在付出互动。佛陀教育我们，那就是要发挥出来。无私大爱，大慈就是给予人间的幸福，大悲是同体大悲，人伤我痛啊，人苦我悲啊。众生有灾难，我不忍心啊！众生有病痛，我不能丢袖旁观。那样的勇往直前。八月五号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哈，就是我们有一位同仁哈，就是佩奇哈。在他个人的脸书上面他就发文，病毒是邪气，爱心是正气，我真心相信一人一善就有希望，手指轻轻一点 10.13 就是十块13分，是一份祝福，马来西亚加油哦，就这样。然后他就去睡觉，结果隔天醒来就是8月6号，他就发现已经有1326人来响应一人一善的捐款。更兴奋的是在八月八号当晚是287000多，这是很不可思议的，这短短的从这三天里面这样总共捐款人数是34万人。因为上人上次有强调，我们不是要讲那个钱多少，我们要讲多少爱心的人是被启发。来得及时，来得及，明天下个星期会很多，我很担心。什么？大力营里边有什么 equipment？ 你朋友，你在当发工啊？来发的什么？马来西亚？他多少人？你知道吗？10.1 billion。10.1 billion。看到了，一人一善。台湾也曾经推动过。一人一善，在马来西亚很多的菩萨他
他们呢走入瓷器，瓷器过去如何走过来，瓷器人如何表达在社会，他们呢也都是这样把爱的能量就按那拉过去，身体力行，口说好话，口口相传，善法相传，而且人人互动，善行互动，这都是善啊，社会呢才能真正的祥和，那就可以社会平安祥和，很自然呐，这样的气氛呐，就成为了大自然，这就是善的循环。所以每一回我看到了人间有爱，都是心很安，安住这一念心。假如看到了社会人间那一种不轨道的起伏不安定啊，我就会很担心啊。这一波的疫情一直在说大灾教育，教育是很重要。他们呢、啊，看到人呐、啊，就你输了吗？你有受洗不？开始呢，推输。这都是呢，在马来西亚所看到的，他们都很用心在听师父说话，听呐、啊，他们就会身体力行，语言不通。他们比手画脚，你看，这也要引导他们如何呢？这树不杀生，培养爱而善行，这都是呢他们很用心听话，而且呢行善法。姐，你叫我如何不感动、不感恩呢？我们发发时遇到这样的一位妈妈，她告诉志工，因为家里失去收入好一段时间，那妈妈多数都是煮面给孩子吃，因为面比较便宜。没有想到，因为孩子太想念米饭的味道，当天晚上竟然抱着我们给他的米睡觉。其实我们听了真的很不舍。菩萨们，这就是人间多少老弱妇孺等待的有心爱心人，这就是他们的希望。所以人间啊，要多呼吁菩萨招生，好心人多一些，有人有力，让许多的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。时间会过得很快，孩子们呢，他心灵会记得当初有人给米、给菜、给物资、给帮助，相信那一些孩子长大了，换他们会给物资给别人，让其他的孩子温馨的入睡。这都是一代善传一代啦，一代穷
那接受到了，那就转贫穷啊为富有爱心，将来换他的爱心物资给别人，这都是爱的相传。所以文化要说法传法，所以呢德善啊，善以德啦，我们还要再传传传给每一代人啊，都有法，有善法。善法就是公显化，还要身体力行，成为典范，做回看。这就是菩萨，菩萨招生啊。